深了，周围很安静，有只顽皮的小猴子在河边玩，看到河里有个月亮大吃一惊，叫了起来，不好了，月亮掉进河里了。一只猴子听见了，立刻跑过来看，跟着也叫了起来，不好了，月亮掉进河里了。附近的猴子听见了，都急忙跑过来看，还商量怎么把月亮拉上来。我觉得应该用树枝捞。伸手去捞月亮，他的手刚碰到水，月亮就不见了。月亮到哪去了呢？